哎，咋样？想清楚没？哎呦，您来了，我这有2天没见着您了。是不是想清楚了？我呀就是想您了。想我？想我好啊。那你想跟我说什么呀？政府啊，他都审了我2天了，我是真没什么跟您说的。哦，那要是这样啊，那你就再在这待2天，咱们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再聊啊。哎，麻烦件事儿，您把这灯给我关了，我怕亮，也给您省点电，让我踏踏实实睡一觉，行吗？那不可能。哎，你不是挺能熬的吗？再熬2天，啊？去不去自首去？周老板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嗨，这就对了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去自首。不是自首，咱们去挖那包东西换钱。我真舍不得那些钱。我可不想跟你费口舌了。哎，去自首还是去送死，你自己决定。我可不愿意再留你了，这包皮罪我可担当不起啊！好，我去自首。好，知道了。小四的心理防线快要坚持不住了，但此人不好对付，还得等一等。看守所那边，童小宁和刘东发生了冲突，潘财长不闻不问，还没有露出破绽。我们一定要沉住气。曾总，来坐。您那么着急把我叫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呀，想我儿子了。他在你那儿关着，你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。您放心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他现在关在哪儿啊？紧闭室啊。那儿安静，有利于他反省。您听到什么了？你紧张什么呀？我。我就是希望小牛啊，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，别和那些人渣关在一起，不然的话他就越学越坏。天底下没有一个做父亲的呀，希望自己的儿子落到这个地。你也是有儿子的人，你能理解吗？理解。真理解，真理解。喝茶。
的事情要做。什么重要事情啊？我不告诉你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走。重新漂亮起来。朵朵，和爸爸干嘛去了呀？你看，我给你买什么了？什么呀？你看呢？长大了，懂事了。曾总呀，李局爱人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？马书记，你也知道，这个病想要根治的话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也就是抽空过去看看，很少跟他谈起叶老师的情况，我怕他心里边难受。我们倒是有的时候会谈起局里的情况，他对局里的工作还是蛮关心的。秦局也希望他能够早点回来工作，但是叶老师的情况也的确让他挺为难的。这两天我想去医院看看他爱人，顺便好好跟他聊聊。我去那儿转了几圈，下不了决心。你想啊，我要是去自首了，那我就成罪犯了。可那些证据都是我用命换回来的，我不甘心。那些证据能救你的命，也能为你妹妹报仇啊！周老板，你啥也别说了，是死是活，我就赌这一把了。我不连累你。我说你糊涂啊！行，你的事儿我不管了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我们大家也都希望叶老师的病情能够尽快得到控制。但林赫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你也曾为之付出过努力。这样吧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我们也再想想办法。尽量能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来。如果你同意送叶老师去北京治疗，组织会全力配合。谢谢马书记，我会考虑的。这小子不是一般的顽固，审到现在一个字儿都不吐。在他身上要是打不开缺口，这案子就没办法往下进展。别急，沉住气。老大有人闹事，过来看一下。好，马上叫。
现在考虑一旦开始重新工作，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人，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在观望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，就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。不要心急，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政法干部。再说了，现在对方应该比我们更急。 小四跑了，他是从窗口逃走的，有人把他接走了。当时正好有两个顾客在楼道里吵架，我们正在处理，看来有很大的嫌疑。立刻突击审查这两个人。你们两个为什么打架？你说吧，老何。我们两个人原本不认识，这个住到这个房间以后呢，隔壁就进来一个人。 拿了啤酒，还买了好多那个猪头肉啊，什么牛、香烟，那两条中华烟，后来又给我们两个人500块钱，我们两个人呢就谈这小便宜，就说呢让我们两个人拿的东西以后不能白拿啊，对吧？是让我们到这个过道上去吵架，吵的时间越长越好，我们两个人刚才就吵架，一吵打起来了。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长得什么样？不知道叫啥名来。反正是高高的个儿，方脸盘，眼睛大大的，有40来岁儿，穿的还挺体面的，一看就像个有钱的人儿。你们俩不能离开，还得继续接受调查。小马，你把人给我看住了啊。 是，李玉，你来。那个中年人登记的姓名是林家渠，兰州人，身份证号码已经查过了，是假的。看来对方早就摸到这儿了。可是我们的保密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怎么还会暴露呢？只有一种可能性，他们一直跟踪了我们。 那个中年人的房间我已经查过了，里头什么都没有，连烟头都没留下。谁呀？我，快开门！
这两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？没有啊。你帮我买两张电话卡去。这么晚了。算了吧，明天再说吧。你吃饭了吗？我马上给你做去啊。你先吃点吧。哎，谁呀？这么快就听不出我声音了？老黑，昨天晚上你们想干嘛？你心里清楚。小三儿，你误会了。我不知道你跟独狼到底有什么恩怨，反正独狼我替你收拾了。哎，外边风声那么紧，你怎么不回来啊？回去？我能回去吗？你到底在哪儿？这回我自己去接你。不用了，到时候我自己会回去。小三儿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咱们应该相互信任才对啊。信任？你告诉童柏山，他不配说这两个字。哎，喂，喂，喂。喂，我这边出了点事儿，你马上准备50000块钱，下午1点在如意包子铺等我。千珏，还是一点没有小四的线索，是不是我的办案经验不够啊？别着急，你再到城乡结合部偏远的旅社、桑拿等场所继续排查。行，那我先去。这是你给我的钱，我一直没花，你拿去用吧。收回去吧，我还没到要花你钱的份儿上。
字在临河所有可能落脚的地方，我们都查过了，还是没找到。后来我又按照他拨过来的电话打回去，不是没人接，要不就不在服务区。这号码他可能在用吗？真是人心隔肚皮啊。彭总，您说您对他这么好，他说翻脸就翻脸，这不整个一混蛋吗？他要落在我手里，我饶不了他。昨天晚上他不就是从你手里跑的吗？我最讨厌落井下石的人。我这不是替您气不过吗？你说他能去哪儿啊？唐总，我弟弟究竟是谁杀的？是不是小四干的？找到他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？去哪儿？小四在景山有几个江湖上的朋友，我去打听打听。如果真找到他了，千万不要伤害他，把他劝回来。我童柏山是珍惜人才的，他可以对我不仁，但是我不能对他不义，明白了吗？到这里面看看。要不是我躲得快，我就暴露了。李玉这事儿啊，我是不能再盯了，到此为止了。胡队，你怎么连个人都盯不住啊？一个劲儿干这个的啊？你还少说两句，这小四儿不就从你眼皮子底下溜走的吗？我白费了辛苦啊，我还正要问你呢。老黑，干你的去吧。是。他不会说话，多少年就这样。童总啊，其实我不是一个爱计较的人。实话实说，现在这事儿让老黑他们办成这样，真是难办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其实我也觉得让你这么盯着李玉不是个长久之计，也有风险。就是，我觉得也没这必要。咱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这件事你还得继续盯着，但是要换个方法。你现在是全局的领导，你要发挥领导的作用。先回去吧。跟踪我的人速度很快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当时他在车里，我没看清楚是什么人。不过根据他开车的架势，像是个经过特殊训练的。你是怀疑我们公安内部的人？嗯，小四有线索了吗？啊，我们已经排查了大量的宾馆、旅社、洗浴中心，没有发现他的踪迹。远郊的这些场所我们正在排查，目前还没有结果。
搞什么名堂？现在让我们回去学习什么文件？我也收到同样的信息了，局办发的，要求不管是内勤还是外勤，都要回各自单位学习大练兵的文件，还要考试。这胡全礼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看他是另有目的，想拖住我们的后腿，把他以前的表现和李玉被跟踪的情况联系起来。我不得不怎么看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很被动。玉阳，你什么也别说，我不想听。把东西给我吧。怎么，你又要骗我？不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拿来了，这是当年你写给我的最后几封信。这些信我要了好多次，你都不给我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想见你。见我干嘛？玉阳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说，不要跟小四儿来往。你管得着我跟谁在一起吗？他刚从我这儿敲诈了几万块钱。那是你跟他之间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玉阳，我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哎，玉阳。潘所，是我，什么事儿？给我叮嘱一个叫刘玉英的女人，她家的地址是……好，我知道了。是我。你要找的那个小四儿，很可能跟一个叫刘玉英的女人见面。什么？好，你盯紧，找机会就做掉他，务必干净利落。我等着你回信。明白了。董总，您签个字。咦？佟总，是不是抓着小四儿的尾巴了？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胡全礼真有这本事？呸！我佟百山要是光靠着他，这么多年我在临河就白混了。干什么呢？找什么？潘总，刘东跟那个佟小妞又打起来了，再这么打下去，非得出人命。慌什么呀？死不了人。不是，佟小妞可是佟百山的亲儿子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咱们可没法交代。他的儿子怎么了？啊，同样也要接受教育，同样也要认罪伏法。好好好，反正这码子事儿我是跟您说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心里有数，忙你的去吧。啊，好。马书记，胡全礼搞集中学习，他是有目的的。
他是在故意捣乱。既然对手已经察觉到我们在行动，秦局，你就不能再在幕后指挥了，必须要站到前台来，尽快回到局里，掌控全局工作的主动权和控制权，刺激一下对手的神经，让他们转移注意力。哎，彭总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彭所长，刘东的事儿你可要尽快啊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我谢谢潘所了，没准我还到所里看看呢。啊，好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王所，把高压室准备好，把那两个小子分开。刘东，拿着你的东西出来。干嘛？让你出来就出来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你们要把他弄哪儿去啊？没你的事儿，放老实点。带哪儿去啊？你不是吵吵喊着要去高压室吗？现在满足你的要求。我不去。这你说了就不算了，我们得对你们家属负责任，别磨蹭了，走吧。这就是高压室，怎么还不满意吗？这哪算大牢啊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一般人还进不来呢。你好好反省自己的问题吧。谢谢管教。袁书记，恕我直言。事情恶化到这个地步，您不能再犹豫了。这些年，临河表面看起来繁荣一片，可暗中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。如果再不采取行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在面对人民的责难、上级的追究，任何的补救都会无济于事。我何尝不想把临河的毒瘤给挖掉？可是我担心呐。我担心再一次前功尽弃。车光远的教训太深刻了，我们会吸取教训，采取必要的斗争策略，避免您所说的情况发生。秦墨同志真的下决心了吗？袁书记，我们目前的行动都是在秦局的指挥下进行的，现在需要秦局站到一线来，放开手脚，全面指挥行动。只要地区公安局同意秦墨同志复职，我不反对。我打报告给地区公安局。秦明啊，说实在的啊，我真为你们捏把汗。这件事啊，牵扯的面太广，调查起来难度太大，再加上又是公安局内部的人，也可能还有检察院内部的人。现在是人迹混杂，你们一定要慎之又慎，把困难想得多一点，保护好自己。
敢把我跟刘东分开，没那么容易，老子要进高雅室。牛哥，牛哥，没用，别喊了，他妈给我滚。你看你这那脾气，你说你，我跟你说，老子从现在开始就绝食，你不让我跟刘东关一块，老子他妈不吃饭。佟小牛要绝食？是啊，我也是来接班啊，才听说刘东给换别的监室了。佟小牛嘿，哭着喊着非得要跟刘东关在一个监室去，不然的话他就绝食。这不到现在了吗？一口饭没吃，现在还在那嚷嚷呢。那好，既然他愿意和刘东关在一起，那就把佟小牛也弄高压室去。潘总，真有高压室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高压室就是单独关押嫌疑人的地方，让他们认识自己的问题，有利于反省，好好改造。啊，你忙去吧。你们俩给我老实点啊！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咱俩是分不开了。马书记，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报告。快进来说。好。高压室的问题我已经彻底查清楚了，潘财章他们对有背景的犯罪嫌疑人提供特殊的照顾，而且是单独关押，里边的舒适条件非常好，说是叫高压室，实际上是为了掩人耳目。看守所的问题是多方面的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你要继续的深入了解，一定要彻底弄清楚看守所内部的全部问题。金局啊，你怎么说来就来了？怎么不欢迎我吗？啊，那倒不是，我是说啊，这地区局和市里边应该通知一声，我们好组织个欢迎啊。哈，是我让他们不要惊动大家的，都是熟人。没有这个必要。进去，请。秦局啊，你不在的时候，这个办公室一直没人用，刚才我简单的打扫了一下。好，谢谢你。吴队，这段时间吴局跟李局都不在。你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哎，秦局，我把前一段的工作向你汇报一下。啊，不用了，在会上一起汇报吧。是否有无眠？无眠，晚来风寒，不知你够不够暖？今夜你是否有无眠？无青山不忍看你疲惫的脸，从未听到你说，你说
从未听到你说，你说愿露宿风餐，总是天涯不。